怎么了，小兰？脏了？哎呦我，可爱干净了，走哪儿了？鞋底的，鞋底的也沾一沾呗。不不。咋了？要屁股下去。听不懂。爸爸。啊。我想吃饭。不是。你热呀？还想吃饭是吧？是。这一出门，这老二给我们家老二都饿着了。爸爸，我都饿的牙疼。饿的你牙疼啊？是。哎呦我的妈！是想这拿个饼干还不够甜，觉得细活儿。撒点盐，这是盐还是糖啊？糖。嗯？是糖吗，老二？这家给我们家老二饿的，小饼干都吃上了。嫌那个饼干不够甜，撒点白糖上去吃，是吧？我的妈呀！这么吃能？这甜吗，丽娜？甜吧，甜吧，这下鲜饼干不甜，必须放点糖吃。我的妈呀，太甜了！我的妈呀，太甜了！要不就多吃。啊？你看又撒盐了。糖哦，白糖那是，再老二吃饼干。多吃。必须得撒点白糖吃。这个吃的都止住大拇指，好吃啊。上头了，这吃完白糖饼干上头了。爸爸。啊。妈妈，吃饭，吃饭，还是得我饿了，还是得瘦。你真行，爸爸走吧，孩子都饿了，孩子都瘦了，这样，你真会说呀。行了，走，吃饭去吧。嗯。